部都是恐怖片，班杰抗议，这么过了鬼节还要被吓。小丑一千个兔卷土重来，继续吓人。延续2017年的剧情，The Loser Club的成员为了对抗小丑再次合体。长大后的女主角回到小时候居住的小镇，并遇到一个老奶奶，但这个很热情的老奶奶却频频出现奇怪的举动。Hello。 为了调查一部由鬼拍摄的神秘电影，女导演几乎连命都赌上了。但在越靠近真相时，生活中就开始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慢慢的，女导演发现自己渐渐被推向一个恐怖的结局，因为她已经开始混淆电影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界限。很惨，你个내인생공포영화를만들었어어때내영화무서워一个名字导演新海诚再次神作《少年反纲》离家出走，由小岛去到东京。有天他遇到一个可爱的少女，发现她有一股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只要说出关键词就能让天空放晴。私知らなかった、青空が欲しい人がこんなにたくさんいるなんて。天気って不思議だ。ただの空模様にこんなにも気持ちを動かされてしまう。心をひなさんに動かされてしまう。You shouldn't have taken the book. We've got to stop it. The Jingling Man is coming.